三仙台位于台东县成功镇东北方，原是一处夹角，但因海水侵蚀，逐渐蚀乱夹角颈部，而成了离岸岛。其上以三座珊瑚礁形成的山峰最为独特，因此民间相传，八仙过海时，李铁拐和仙姑与吕洞宾曾在此休憩，烙印了仙迹，因此取名为三仙台。三仙台许愿岛步道，步道全长约 1.57 公里，健行时间来回约2小时。三仙台全岛面积约22公顷，最高点海拔约77公尺，设有环岛步道，悠游浏览约时2小时。三仙台跨海拱桥长度近400公尺，共有8个拱桥连接而成，红灰色的桥身横卧，串起了陆地与夹角海湾，壮士长龙卧波，是三仙台最具指标性的景观。这座1987年完工的跨海拱桥，在设计之初是有环境生态保护的考量，被尊称为三仙台之父的李华栋先生，为避免生态被破坏，将桥身设计成8段上下起伏的阶梯。生态景观丰富的三仙台，可是海洋性鸟类的最佳栖息环境。砾岩之间有岩鹭出没，夏天常见海鸥，附近海域鱼类丰富，是渔场亦是有名的矶钓场所。在三仙台许愿岛许愿，有太阳神、海神、大地神及三仙，并有海龙阿美族人的传说，住在岛下海底洞穴，守护此地的海龙，激发巫安的加持。上处处可见林头、台湾海藻、白水木、冰刀豆、冰龙土珠等国宝级的滨海植物，以及只能在三仙台与兰屿才能看得到的兰屿木兰，是研究海岸植物生态的重要据点，并被列为自然保护区。三仙台原名披西里昂，意思是养羊的地方。因为很久以前，部落居民将羊群放养在岛上，利用潮水起落的阻挡，让羊群留在岛上，不能乱跑。临近三仙台的比西里岸部落是属于海岸阿美族。